我去，这就是入侵地球的怪兽吗？可恶的怪兽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收集足够的光能，就直接把你送回老家。第六个光能给我拿来吧，你小兔子，现在迪迦还有地球正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一定要不负众望啊。放心啊，今天就算豁出去也一定不会让怪兽得逞的。伙伴，你们愿意封印出自己心中的光助迪迦一臂之力吗？偶夜又成功收集到一个光能。切，就凭你们两个小卡拉米是不可能阻挡我们占领地球的。是吗？我就让你们知道惹我们是没有好下场的。K.O. 不管了，这边看我开启五档大油门冲啊，造他就完了。嘿嘿，这不就收集到第八个光能了吗？我去，兔妹妹，你什么时候跑这么远了？当然是趁你消灭怪兽的时候啦。嘿嘿，后面的光能都是我的啦。切，大话还是不要说太早，一会儿看我怎么分分钟超你车的。是吗？反正这性能可以刷新，那我只需要守株待兔不就好啦？不是吧，怎么还不能反复获得？哎呀，小兔子，我看你就是人丑想得美，后面还得是我出手才行啊。哼，居然敢嘲笑我，那我就赏你一巴掌吧。我去，臭兔子，你还真是个搅屎棍啊。你个狗。算了，一会儿等我收集够光能再好好的教训你吧。嘿嘿，现在只差最后一个光能就可以拯救地球了。不是吧，小兔子，你怎么往墙上撞？难不成是想练铁头功？你懂什么？我故意的，就是想等等你而已。啊，对对对。偶夜成功收集十个光能，接下来就交给迪迦吧，我们赶快撤离。嘿嘿，可算是完成任务了。迪迦，赶快消灭掉可恶的怪兽。我就先去前面等你的好消息啦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。